前提奥娜成员雅玲的私生活再度成为焦点，基于前夫的离婚风波与现任男友的恋情曝光后，她近日宣布怀孕的消息更引发了网友热议。雅玲于2019年结婚并育有两子，去年底她宣布与丈夫离婚，接着公开了新的恋情。然而在今年初，她却卷入诈骗风波，被指控与男友共同诈骗粉丝的友人。随后雅玲又指控前夫虐待孩子，双方各执一词，真相扑朔迷离。就在众人对雅玲的私生活议论纷纷之际，她突然宣布怀孕，这不仅是她与现任男友第二个孩子，也是她的第四胎。雅玲表示她对网络上关于她怀孕的恶意揣测感到非常痛心，并强调自己非常爱孩子。让网友们对此消息反应不一，有人为她感到开心，也有人不解的询问她上个月才刚刚生产，不到两个月又怀孕了，质疑她是否有能力照顾好这么多孩子。